晚上已经发函给北院了吗？已经有最新进度了吗？对，昨天我们已经发函北院哦，那我们就会等北院的回复。只是议员说，就是因为怕要金华城会申请国赔，所以是自保的行为，你怎么看？我们一定是依法办理。 哦，依法行政，我想这是我们坚定的立场，也一定要捍卫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像国书会是不是说，因为你对金华人建造还是得认账，所以停工这个选项是很难去做到的。我们一定依照一切的法律相关的函释，我们有请局处同仁大家仔细研究过，所以其实大家也很清楚，我们如果要勒令停工，就是如果有公安疑虑会意图施工或者是违反都市计划法。 那另外，现在最新的情形就是上周法院已经核准假扣押，就核准扣押之后，那我们依照内政部过去从60年、66年、67年、75年、100年的相关函释，其实就是让建筑主管机关都发局不予施工勘验。那不予施工勘验，那我们建筑法也有相关的规定。那后续他如果未申报来勘验。 那我们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建筑法》56条、87条，就会勒令停工，非常清楚，一切依法行政。像我们人口跌到250万以下，那议员说是人口政策失灵，但是是不是不敌大环境？其实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哦，我们一上任之后提出各项生育奖励、营造友善育儿，以及包括提供居住社宅的比例给年轻小家庭，所以。 我们台北市的新生儿人数是在全国新生儿人持续探底以及各县市下降，我们反而是逆势增加，也就是去年一整年我们新生儿人数相较于前年增加了1500位，今年1到9月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910位新生儿，我们是逆势增加哦，所以表示我们打造友善育儿的城市有具体的成果。当然，现在整体总人数哦，以社户籍来看。 哦，确实移出的人是陆陆续到，包括新北、基隆是比较多。那也因为共同生活圈交通更便利，哦，造成大家哦可能住在新北，然后每天通勤来，每天日间的流动人口在台北市哦就有350万人，夜间都还有280万人。哦，所以这个表示其实台北市我们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很多友善的育儿环境，哦，让年轻朋友愿意生、敢生、养得起。 谢谢，来，感谢，来吧，谢谢。那我们要双循环，这个管委会说会提供必要的协助，谢谢大家，好，我们一定是依照相关的规定哦来办理。我们去年也已经顺利举行，在上海举办，我们也一定会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的原则来进行。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整个两岸的大环境能够更缓和一些哦，让两岸。 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可以持续办下去，为两岸的和平稳定能够看到曙光。所以需求就希望赖总统国庆谈话不要再这么麻辣了。来，所以到这边就好了。具体的时程吗？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介意。 一个善意的动作不需要被有意的解读，中央地方互为推手，国家继续向前走。国庆晚会您也有参加，那我想先问您哦，国庆晚会您自己认为整体分数你打几分呢？我接受到的包括当天有参与的出席的观众、侨胞朋友哦，反应都非常正面跟肯定。是，所以满分如果10分的话，你认为大概几分？ 我想，基本上民众反应很正面啊，我们也不为这个打分数，交由所有出席的民众啊，在现场进入大巨蛋的朋友，他们来评价。好，那市长，您当时在这个台下听到总统赖清德他在提到祖国论的时候，你当下反应是惊讶呢，还是觉得一点都不意外？惊讶。很惊讶，为什么？ 市长，您是认为这个场合不适合讲这样子充满论述的语言吗？我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惊讶程度指数应该是非常高的吧？嗯，不低。所以是认为这个场合不适合吗？贻笑大方。不当尊重啦，但是我想，我现在看到这两天哦，包括媒体报道啊，有很多这些意见领袖啊，哦，或者是在这个电视节目上面有很多的讨论，所以看得出来，确实大家也是跟我一样，指数不低。 是市长，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晚会当中也被拍到，这个总统似乎有碰了一下你的肩膀，那外界就有很多的这个解读，你认为这个是碰呢，还是推？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介意。那你当下有吓到吗？没有，还好。